原标题：赵干官至正军级受少将衔，为何还要辞职去教书？原因令人动容。亮剑赵干官至正军级受少将衔，为何还要辞职去教书？原因令人动容。在亮剑中，赵刚虽然在抗战时期和李云龙长期做搭档，而且都是正团级，但是从资历上讲，赵刚其实要比李云龙差很多。李云龙是在1927年参加的黄麻暴动，后来转入红四方面军，并且因功升至团长，后来还率部参加了长征。而赵刚在李云龙当红军团长时，他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名爱国青年。然而时过境迁，赵刚在129学生运动之后，就以火箭式的提升速度，迅速成长为一名团政委，和李云龙平起平坐。而且不仅如此，赵刚还后来居上，甚至超越了李云龙。比如在淮海战役期间，赵刚刚刚划到华界，就被任命为某纵队政治部主任。之后在李云龙负伤住院期间，赵刚又被提拔为了某纵队副政委，一下就跨入了副军级的干部行列。在全国解放后，赵刚被调到了北京，在总政某部担任政委正军级。1955年时被授予少将军衔。不过赵刚似乎并不在乎官大官小，比如在亮剑中就有过这样一个镜头。在李云龙重伤住院期间，赵刚和李云龙经常有书信往来，其中在信中李云龙就提到了赵刚要在全国解放之后打算卸甲去当教书匠，为此李云龙还劝赵刚不要辞职，留在军中继续和他做搭档。那么问题来了，赵干官至正军级受少将衔，为何还要辞职去教书呢？按照正常人的逻辑，经过数十年的血雨腥风，好不容易当了将军，而且还位高权重，理应是享受胜利果实之时。可是赵刚却流露出了要急流勇退的想法，着实令人不解。再回到刚刚的问题上来，赵刚为何要辞职去教书呢？背后原因令人动容。第一，赵刚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从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飞黄腾达。赵刚在参军之前是一位北平的爱国大学生，他亲眼目睹了日寇入侵，山河破碎，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1935年时，华北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当局与日寇屡屡签订卖国条约，比如和梅协定、秦土协定、唐古协定等等，整个华北大有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之势。对面危机，赵刚带着同学们走出校门，参与组织了129学生运动，之后更是弃笔从戎，选择用枪杆子来挽救民族危亡。而赵刚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让劳苦大众得到解放，让国家得到统一。待这些全部得以实现之后，赵刚也就打算功成身退了。赵刚的这种精神着实令人动容，比王副军长之流不知道要强上多少倍。第二，相比当兵而言，赵刚更喜欢当个教书匠。赵刚在部队中一直就从事的政工岗位，其中一项工作内容就是要给部队的战士们和俘虏做思想工作，尤其是在给俘虏的国军官兵做思想工作时，赵刚站在讲台之上侃侃而谈。一番演讲下来，台下的俘虏兵个个泪流满面。所以相比扛枪杀敌而言，赵刚更喜欢教化育人。在赵刚看来，也许三尺讲台才是他最好的归宿。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赵刚真的铁了心要回去教书，之后也就不会被逼自杀了。综上所述，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所以赵刚官至正军级受少将衔之后，却还要辞职去教书。虽然赵刚最终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但是他这种急流勇退的精神十分令人动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